FIBA World Cup 2019 on Tencent. Follow FIBA Basketball World Cup 2019 on Tencent. 关注篮球世界杯，只在腾讯。中国加油 ！Let's go Spain. Let's go France. Let's go USA. 中国队加油 ！Three 远投三分。Water.Three 远投三分，王子刚。Hands ball。你们有没有不明白的？球都再次给到黄宗萨，得到九分呢，也是跟克拉克并列全队最高。小佩周22分，全场最高分。他那意思，第四节还准备正常打。对，那就是连续30加有希望。啊，夏联赛最佳女球员是吧？啊，夏联 MVP 啊！今儿这效率真的又是特别高啊，12投8中，12次出手拿了22分，算是一个无罚球版的哈登。半绕前防，球果然没给出去。这边这个赵世洲想的比较简单，想着赵旭新在里边比对面高啊，啊，直接往里吊吧。嗯，这俩人都在给对方做掩护啊，结果谁也没去接这球。一防三能给犯下来也算不错了。其实这球啊，完全可以串一手，可能也是分差比较大了之后没有那么讲究。周伯勋2次发球，因为台湾啤酒这边整体的罚球比较一般，罚球命中率还不到60%。怎么着又要守全场？哟哟哟哟！啊，这是怎么意思？地上滑了还是被人推了一下？哎，上篮不进，又犯规。黄荣奇指着队友这方向，那意思是说有犯规。咱们再看一下，怎么突然就啊，没镜头没给到那块儿，直接放的反击上篮这一下。黄宗汉罚进一个就上双，10分就进账。啊，这边吹了一个提前进线，伟力。要再送一个。黄宗汉今天大概率又是全队最高分了。王红是可能是因为刚才那个莫名其妙的失误被罚下，换上27号吴宇成。这会儿好像感觉面对这个紧逼防守有点困难。前三节台湾这么守的时候呢，好像也没太困难。这节就其实他是放松心态，是。可见台湾啤酒这边精神状态相对比较正常，没有因为落后多了就不要了。
球黄圣琪虽然被点飞了，但是他回飞速度还是很快。哦，这球传的，哎呦，就是因为他传太高了，赵尔平的过来一下，底线就出机会。黄圣琪啊，就是有时候他的传控会出现这种问题。这虽然他身体素质不错呢，四川队还是把他给放走。四川球迷应该对黄圣琪是比较。起来吧，队员！来了！不要紧张，好。这个防守人员马队长，来了，球进！好啊。以前去台大打球挺有意思的，嗯，就学生们、大学生们对篮球的激情是真的，还欲望很强烈。然后他们的基本意识、基本功也做到了，包括去文化大学啊，包括去东吴大学，他们打球那种热情很高。而且台湾的那个中学联赛打得也特别好，尤其到决赛阶段。延误啊！这个球啊，想直接往底角转，想的有点多。又是黄荣奇的一个传球失误。其实刚才就因为王红失一个误，就把他拿下去了。但是其实王红传控不管怎么说，比黄荣奇还是稳当一些。黄荣奇就是吃晃，他确实本身是咱们说的一直在说啊，身体素质能力比较强的一个球员。但是技术细节很多需要打磨的地方。黄宗汉再来发球，那加罚没有？有了，好了。是一错位，台湾啤酒这个全场紧逼，越守越来劲，防的效果很不错。这段因为史鸿飞和王红都不在，然后主控是黄荣奇又爱失误，所以呢就过半场的时候频频出问题。得，目标伟力。啊，人家叫了一个暂停，贝帅实在看不下去了。
上学就真是就盼着有一节体育课啊，从礼拜一就得看课程表，说这一礼拜有几节体育课。对于球员来说，代表中国队出战肯定是无比荣耀的一件事，那就不留遗憾的去把自己扔到球场上。奥帅周呢，他第四节分没在长，因为他本身是一个无球打法的球员，需要有一个稳定的传控的点给他去做球，他不是那种杜兰特那种持球抡着干的那种类型。你看这个江苏打这个球啊，就苏州啊，嗯，也是肯定就是练兵为主的，现在你不是跟你玩命打，这玩命打照着四分分四分也没什么意思。像那史鸿飞、吴冠希比较厉害的球员都没上，对，就打了半场才能。应该让易立上，拉拉体力。易指导现在属于灵魂导师类型的了，体力拉不拉也就这么回事儿。姐姐苏州肯定还被防出了七个失误，单节七个失误，这实在是有点说不过去。关键是这节刚打了不到三分钟，相当于几乎每个回合都要失误一次了。你想，不到三分钟。台湾啤酒这边因为用的是全场防守啊，体能消耗比较大，所以是频繁的换人。看样子克拉克也是不准备再上，对，他们也是练兵为主。哇，我们都抢得很凶啊，还走手。来哥啊，又一个抢断，个人本场第三个抢断。哇，这球传的不错，怎么样？还是有一点点可惜啊！先是王红非常犀利的一次突破，黄荣奇很巧妙的击毙传球，但是队友没有打进。王苏盖，王苏盖。又吃了赵帅洲一个犯规。陈东汉今儿一半的得分都是罚球，非常善于在内线制造身体接触。啊，又违例了，感觉跟穿越了似的啊！又是第二罚没进，然后吹了一提前进线。说明什么呀？说明他这罚球动作是有点脱节，大伙儿都以为他要扔了，准备抢篮板了，结果他还没出手。今天也算是劳苦功高啊，下去了。我说这会儿不攻了。对呀。他妈！所有人都跑。
宏因为控球比较稳，听见这球啊？得，王宏因为控球比较稳啊，所以说他这个突破啊，往往都能杀到篮下很深的位置。这算是赵世杯今天为数不多的在阵地进攻中自己真正一对一持球打一个，大部分得分来自于控卫的三分和反击。请求换人，我想要王浩基。小花全中24分，你看一打二强攻啊，结果球还是丢了。那反击王宏漂亮的基地，好球。这边王子刚一防四，想要造一个进攻犯规，但是王宏在那之前就把球传出去。这边赵金是顶的没错。主人，注意选择三分。这个分儿，这肯定是这叫追过来，追过来三分。就是输20分算赢是吧？其实你看那上面十，就是上面这一分，对，十多分吧，对，19分好像，19分，对，下面就没输几分，这都第四节了。大帽下来以后3-2，黄龙七自己干了。1-1的话，黄龙七应该不是第四分。他的身高在一号位里算比较高了，篮板牢牢抱住，还真救着，就是台湾持久的球员把球打出去，还是肯尼亚的球，就是来自于王宏的飞身出球。嗯呢，投三分，毫无疑问。再换人，台湾名球，请求暂停。说那么远的一个人，我的梦想，我的目标就是在现有的阶段我提升一小步，脚踏实地，我觉得这个还是很重要的。镜头给出的是黄荣奇刚才这个快攻反击一对一，拿到9分、4个篮板、3个助攻，还有一次封盖。篮板球又丢了。
而车子完全犯规。我们看一下这会儿场上阵容是还是赵旭新打这个中锋，就是阵容整个是比较小的。打延误，得，啊，本来是抢的反击的球啊，结果欲速则不达，传球路线选择的太着急啊，一个直塞球直接传到对方怀里。那个肯尼亚这边的抢断数是真不少啊。因为刘维也不打了，是吴冠希也不上，所以说篮下篮板球比较吃紧。周伯勋得分也上双，赵旭新老是忘了到底线去发球啊，每次都得队友提醒他赶紧回来。这边又是台湾啤酒守一个全场呢，后边门户大开。回班又捡一篮板啊，11个篮板球，全队篮板王，16分11个篮板，这数据要不看以为是中锋呢。得，想当然了，这球差一点点，因为也有点心里有点虚啊，怕碰着干扰球，所以没敢抡圆了帽。夹击台湾这个是，哎，郝中奇这球给的漂亮，出多少我拼你到底。对，他这种努力的态度还是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你看他这会儿了，差这么多分，然后手全场紧逼啊，大延误是吧？防守该有的都有。进了2个三分球，王世杰长驱直入，这球给的又是比较飘，这个空间太小，打出来了。但年轻时候抓着机会也不年轻啊，其实他们就想通过这个夏季联赛给他打出来，自信心一场一场的，这个篮球一场一场的奠定。小宇宙啊。今年对他来说可能是有特殊的意义，合同年了，背号24号，今年正好24岁，你可以这么想，又是本命年，
我能不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这是靠声波防守啊！一声怒吼，果然球没进。咱们也能唬住人啊，也能唬人。咱们打野球是不经常这么干吗？那是因为动不了。松弛，所以说手上也是不那么到位。扣一个吧，大伙儿乐呵乐呵。现场观众给现场观众表演一个。看样子台湾啤酒这边也打算打一个吗？啊，好像是不打。防守，防守！好，篮板收下，这样89-65，最终24分的分差。这个迪亚是没有悬念，战胜了台湾队。恭喜苏格芬迪亚，感谢台湾。哎，那这样的话呢，肯迪亚这边就以3战全胜的战绩获得了 A 组的第一名。嗯，啊，他们下一场将要对阵的是 B 组第一名。看一下啊，刚才您说那场是哪对哪来着？刚才是台湾的富邦，富邦对同曦是吧？对同曦哦，这俩队无所谓，那就待会儿上海对他俩排名靠后，就是上海对浙江。嗯，谁赢谁第一？上海对浙江啊，上海浙江前面都是2战全胜嘛，谁赢谁第一啊？就是很简单直接，对，另外一组第一，所以他们的对手就会是肯迪亚，是啊，大概这么个情况啊。马老师，您再做一下简单的总结吧。这比赛其实总结起来也挺费劲的，因为比分分差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关键还是看江苏现在目前这个状态，未来在 CBA 里边如果人员整齐的话，这支球队还是非常有实力。对，因为这对年轻球员，我觉得有可能争夺下就赛下个赛季啊，我预判能够争夺前六，有这个机会。前六是怎么个？不，您说常规赛排名前六？对，哦，对，确实是，嗯。因为这对年轻球员比较多，所以有一定的上升空间。是，行，好，那感谢大伙的收看，感谢马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场比赛再见。What's up? I'm Kobe Bryant, Global Ambassador of the FIBA Basketball World Cup 2019. See you in China. Watch the FIBA Basketball World Cup China 2019 on Tencent.他那么小一丢丢，他怎么吃那么多啊？艾薇，爸爸叫你呢，怎么能这么一只眼啊？他嘴不大，谁说他我们嘴大呀？这么大的脚，闺女，能听到爸爸的声音吗？你奶奶说你这。